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台 Sony 的40寸电视，这台电视是2009年的时候推出的。当时我刚退伍，也没有钱去买这一台电视，因为它的原价是42900，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太贵了。今天我买到了这一台电视，只花了3000块就买到了。毕竟都已经过了快要10年了嘛。这一台它的型号是，KDL40V5500，品牌是 Sony Bravia 的电视。它有一个红色的边框，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。但是等到我有钱想要买这台电视的时候，这台电视已经停产了，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，所以我就一直等啊，一直等啊，终于等到今天，结果我终于买到了。现在就来看它的播放的影片吧。影片播放到这边已经结束了。其实我希望 Sony 以后推出来的电视型号都能够出限量款的，最好是有红色边框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定会买单的。现在看一下它的输出的界面吧。这边是它的选单的部分。这一台型号有4组的 HDMI，功能算是还蛮强大的。好，那我的影片就播放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